讲了。那除了卡通故事之外呢，还有周边很多由稻草所编织的那个房屋，还有图腾。哦，答对了，得到奖品，太棒了！是非常适合什么奖品啊？小孩这边哦。那其实家长带小朋友来这边参观的时候，妈妈，请得到什么奖品？让他认识稻米。王宝琴，你得到什么奖品？发现最大的美食以及农作产品啊，所以说在你听歌之余呢，不妨周边走走看看，让你们之间的亲子互动更加亲密。那么接下来由我们的温老师带来一连串的歌曲，首先第一首歌曲是。